不可动。完了可以加了个料斗，就是一边夹子一边倒，一边夹子一边倒。但是这个如果它这个内壁里面附着满了的话，附着满的话，那你就要停，就要清理一下。嗯，清理了以后再放进去。嗯，就是说你不能倒太多进去。不能把那个筛网给堵住，因为筛网它虽然有孔，但是如果说倒太多，积累的太多的话，它就堵住。就是你一次不能太倒太多。